那天是有人把这些资料放到我的储物柜里的。你是说幕后还有人？对，我觉得他很有可能会对林星辰不利。为了躲避集团，攻防最后一击的关键时刻，放心，如果新娘没有，一个人婚姻还能顺利成功。我知道你觊觎本少爷已久，但我可不是随便的人。第一次这种东西啊，我还是打算留到结婚以后。